你要是敢动手，我就把你杀了。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一个15岁的小男孩叫刘大人，他会接应你。你别忘了，我掩护你，快走。 这些个鱼，应该够我老婆喝汤的了。这大中午的，这猴哥咋还不回来呀？这监狱的人在哪儿啊？ 鬼祟祟的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猴哥说了，不能跟陌生人说话。有船吗？没有。你是刘大人？他能知道我叫什么名啊？我是刘大人，你谁呀？哎呦，你快快快，快把船开出来！后面鬼子追我呢，快点快点！快快快，快出来吧！ 你是谁的呀？哎呀，这鬼子马上就追上来了，咱们离开这再说吧。那鬼子他也不抓我，也小老百姓。哎，你是不是八路军的刘大人？我是刘大人呀，但你要不说你是谁，那我怎么开船呀？我也是这个。你哪个我也不认识你。这个，哎呦，你的名字是齐猴子告诉我的。啊？你认识猴哥呀？ 哎呀，是他来接我的，明白了，走啊！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走。哎呀，快快快，一会儿。安全了，除非小鬼子有小火轮，否则追不上咱们。 哎呀！哎呀！哎，我猴哥呢？他为了掩护我，把鬼子引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。啊！哎，我说你这人，你怎么顾着自己跑，丢下自己兄弟的，一点都不厚道。哎，你这是干嘛？接我猴哥去！站住！先把我带到你们部队里再说，好不好？不好！我命令你赶快划船。 你命令又算个屁！我只听我老婆的命令。你老婆是谁？坐稳了，四号船帮的我的干部。听好了，我老婆就是第9大队的大队长。哦，你是戴金花的男人。不许直呼老婆全名。那我们的事儿你怎么全知道啊？我是戴金花的上级。啊？你？啊？你也从山里来的？ 没错，那就对了。上次也来了一波人，跟你一样，是鬼子。站住！小同志，这是误会，误会。误会什么呀？你把鞋和袜子给我脱了。你听我解释。
你要再给我废话一句，我拿你当王八一样杀了！脱！哎，我脱！脱袜子！快点！没有剪子，没有剪子就不是鬼子了。嗨，我本身就不是鬼子，没有剪子也可能是汉奸。你赶紧把我送到戴金花那儿，一切都明白了。哎，露出马脚了吧？你们都是一个套路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们想骗我，带着你们走进我们的营地，然后呢，让提前包围好的鬼子把我们一顿包围，一顿屠走。哼，你以为我傻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傻，我不能傻两回呀。命令你，开船。无组织无纪律，不来点印的，开船。我淹死你这个狗汉奸！你就不该给那个牛大人安排事儿，没人搭理他，他自个儿就走了。这孩子太轴了，昨天晚上在船上趴了一宿。趴着，就让他那么趴着。你可别忘了，昨天你跟他打架，你赢了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干脆，下次再路过他们村，把他送回去。你说的啊，你送回去。我送回去。他。队长。队长。怎么回事？没事，碰到鬼子了。碰到鬼子了。没接上头，接上了，人呢？我早就让牛大人不给他送回来了吗？看看，又是这块料，你干的好事儿，臭，臭到家了。那我再派人去找他。媳妇，我回来了。以后你们俩的事儿，别乱把我扯。我回来了，媳妇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别喊了，你是这么回来的？那哪能啊！乌龟王八一大筐啊，带上来，还一大筐呢。上回带了十多个鬼子，这回还不知二十多个。哎，那不能。哎，马特派员，大人，什么特派员呀？送屋里去。哎，不是，这不就是一狗汉奸吗？你才是汉奸呢！把他给我绑了。走。这是要麻烦。太不像话了！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？咱们革命队伍里怎么会有孩子出现呢？啊！哎，长官之间谈话，你们也敢偷听？不是谈话，是训话呢。这个戴金花，连自个儿的领导也敢训？不是，队长还训呢。是被训，是我们的失误，下次不会了。是干嘛呢？姜涛，是给呀还是不给呀？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加强纪律性，革命无不胜。这没想到，这才多长一段日子，一支革命的队伍被你搞得乱七八糟。哎呀，哎，去！报告。进来。马特派，你喝口姜汤，去去寒，喝点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喝的还不够多啊？你说的都对，我回头就收拾那小子去。不是那个孩子的问题。您大人有大量。他叫什么名字？马特派员，这次您来肯定是给我们什么重要任务了吧？别打岔啊！必须先说这个人。就是个孩子，您说您这么大个官，还跟人家一般见识啊？这可是干系到我们部队的纪律问题，不容小视。他不是八路军，他连学都没上过，除了知道捞虾就是捞鱼，他哪知道纪律啊？他可是我们八路军干部的家属。马特派员也知道这事儿。我们组织上的事，你别管。马特派员，
你看，我是你们组织上请来的，你说像这种事儿，我能不能管？那好，戴金花同志有过这样一桩婚姻，但他却没有如实的向我们的组织做过汇报，违反了我们的纪律。现在，就欢迎进步的民主人士啊，给我们提意见。哎，人身攻击什么的就免了啊。是是是，首先我觉得他们俩那就不叫婚姻，那是封建统治下的童养媳。咱八路军肯定是反对这种婚姻的吧？是反封建的呀。是，戴金花同志没有之前向组织交代，这是他的不对，组织上应该批评他。但是于情于理，这都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、让士兵喜欢的、让鬼子胆寒的大队长。什么事情啊？他就怕认真，这一调查什么就清楚了吗？对，是是，喝点姜汤驱驱寒。大海哥，大海哥，你过来，大海哥，大海哥，你有病啊！啊，大海哥，那个戴眼镜的是不是欺负我老婆了？那你自个儿犯错误之前怎么不想想啊？他还真欺负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把那狗爪子给剁了去，你松开。你还是先想想一会儿怎么跟你媳妇儿说这个破坏禁闭室的事儿吧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！哎呀，可不可？我可没破坏禁闭室啊，我只是试试这窗户结实不结实。你这关我还行，这关鬼子可关不住啊！啊，你看看，闲的，坐你的饭。我是特派员，是这里的最高领导，我不能退缩。你还会唱革命歌曲？这不是革命歌曲，这歌叫《参加八路军》。你很想参加八路军？一般，我最想的是带我老婆回家。你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战士，就不受我们纪律的约束，所以啊，你也不用再蹲禁闭了。您这人不但不记仇，还挺仗义的啊！那我先看我老婆去了啊！来人，是把老百姓送回家。好嘞。哎，我不回家。部队你不能有老百姓，这是纪律。那我得参加八路军呗。我可怕再被你弄到河里去了。哎哎，领导，哎领导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您别生气，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连长好，我是新兵牛大人。首长好，我叫牛大人。你快拉倒吧你！我觉得我好歹干革命时间比你长吧，对不对？我都没混这么身衣服，来帽子给我吧，来。我就不改，我天生就是正规军，怎么着吧？给我脱！我不脱，那我穿上这身衣服，那我就是八路军。给我惹那么多事儿！还没找你算账呢，谁批准你当八路军的？就是，我批准的。领导好。好。哎呀，戴金花同志，革命队伍需要发展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可他还是个孩子呢。但是我看他打鬼子的热情很高，意志也很坚定。这样的同志，我们革命队伍是需要的。可他连枪都还不会打呢。牛大人同志，你不会使用枪还能杀鬼子吗？能啊，领导。我虽然不会使用枪，我可以拿石头扔他们，弄鱼叉插他们。对对。再不济我掐死他们呀！听见没有啊？什么武器
都比不过强大的思想武器。我看牛大人同志的思想啊，比你要进步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吓唬他了。哎，对了，你给检查写好了吗？哎，好。检查的查字写错了啊，上面一个木，下面一个危在旦夕的旦。没让你画个旦。哦，哎，不是都说好了，怎么还写呀？哎，童养媳的事儿是解决了，可是抢八五二团友军的枪械，还有私自成立第九大队的事情，还是要先检查的。那不都是我出的主意吗？干脆让他们找我好了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嗯？不是吗？可你毕竟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正式成员，也不是共产党员，所以这个事情你也不懂，你也没法管。那我就……就什么？就去找他。你手疼啊？我牙疼。啊！我想咬死你了！我。怎么样，猴子，疼不疼？没事儿。嗯，没事儿。哎，这使不得，使不得了。你们队长脚受伤了，一会儿你给他看看去。天热，别让他发炎了。是啊。这可是好东西，这是特派员带来的，太好了，你要好好保管，一瓶也别丢了啊。可是，来的时候就少了一瓶，少了一瓶。这检查写的很不深刻，你一定要在思想深处挖根源。还挖？再挖就挖冷阴阳殿了，挖塌了我可赔不起。你这是接受批评的态度吗？啊！不要以为打了几个胜仗，尾巴就可以翘到天上去了。思想有问题，迟早要摔跤的。马特派员，您带的药和单子上的数目不符。不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中饱私囊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现在怀疑是在路上，您是不是掉在苇子坑附近？老营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，咱们必须马上撤。好，我这就布置。等等，是不是因为我掉了一小瓶药，就要从老营撤离啊？这不是故弄玄虚？恐怕也是逃跑主义吧。如果我们真想逃的话，当初就不会回到敌占区自找麻烦了。所以啊，那我们就应该像一颗钉子一样的死死钉在敌人中间。可是鬼子是带着钳子来的，钉得再死的钉子也会被拔出来。你是不是自信的都有些自负了？无知加自大才是自负。这样吧，咱们找一个侦查员好好摸摸情况，如果真的被鬼子发现的话，那咱们赶紧撤。如果没有，那就请金先生继续做好他的参谋工作。
失踪了这么久，必定是为天皇尽忠了。经理。 新来的乔本君那张纸的笔迹查出来没有？经专家鉴定，该人是用左手写的，所以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和情报价值。纸张和铅笔也都是非常普通的。你就没有有价值的情报告诉我吗？前几天，在苇子坑那个地方。 发生了一起武装分子持枪冲关的事情。但这次不同，该人不但枪法准，造成我军两死四伤，而且逃跑的线路也是朝回跑的。往前面跑是一片荒无人迹的核电子，开阔地上面跑不了300米就会被我们的三靶步枪干掉。合理。但是我们在核电子边一个很小的渡口上，发现了这个西药。 那个叫龟井一郎的家伙，拿着猎枪在打野鸭子。对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听见没有？鬼子在悠闲地打着野鸭子，并没有像你说的那样，在调集兵力围剿我们。这里面有诈。嗯。好了，过去的这一篇已经翻过去了。 你今后提出的参谋意见，我一样会认真考虑的。那我提醒您一句，鬼子不是3岁的孩子，他们的基本军事素质比我们高得多。哼，这是怯战，是怕死。 鬼子发现不了咱们，那不是好事儿吗？还非等着鬼井一郎来找咱们呢。我不陪你了，我要睡觉了。他们不是没发现我，是他在短时间内根本调集不了成千的兵力来围剿这么大一片水域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他在跟咱们演戏，麻痹咱，好给他们腾出调兵的时间？这是其一。 其二是什么？即便兵力充足，面对如此多的河岔小道，八路溜走的可能性依然很大，所以，我们只能让八路按照我们的意图行动。
可是，他们为什么要听我们的安排呢？啊！给，秋本，这条鱼是怎么钓上来的？哈，是阁下技术精湛。不，上钩的鱼都是因为经不住钓饵的诱惑。低头。今天队长过生日，我去弄条鱼。新鲜的鲤鱼，金丝大鲤鱼，便宜卖了。新鲜的鲤鱼，便宜卖了。哎，美女的小孩，过来。龙总，这倒霉孩子。老总，买鱼啊？这鱼新鲜吗？哎呦，瞧您这话说的，当然新鲜了。你看那鱼嘴，跟您那嘴一样，啪哧啪哧的。这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？我能跟这要死的鱼一样啊？又是，你瞧我这嘴说的，跟我嘴一样。就这几条啊？啊，船舱里还有的呀，您要几条啊？8、3、2、4，要四条，5斤以上的大鲤鱼。哎，那您先回去，一会儿我给您送里边去。里面不许进，就坐在这儿就行。哎，好嘞好嘞，回见老总嘞。5斤的大鲤鱼呢？他们要了4条，一桌呢是8个人，4×8那就是32个人。汇报完毕，请指示。哎呦，你看看，牛大人同志在正确思想的引导下取得了多大的成绩啊！先回去。是领导，是队长。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冒那么大的风险。他已经不是孩子了，是战士，是马上要在我的率领下去烧毁鬼子粮库的勇士。我觉得咱们还得好好合计合计。上级派我到你们这里来，就是要把插在敌后的革命红旗高高举起，让处在敌占区那黑暗世界中的广大民众看到光明。你会更容易把鬼子给招来。怕？我要怕，我就不会到敌后战斗了。你们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字当头，天天躲在芦苇荡深处，整日和野鸭子为伍。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啊？啊！我的同志，这种畏战情绪是要犯错误的。金哥不止一次的说过，得先保住自己的命，才能杀敌人。哎，这是我们共产党的队伍，你怎么可以什么都听他的呢？这是很危险，很危险啊！可是听他的，胜算才会更大。现在是要按照我说的去做，那才叫胜券在握。参谋有何高见啊？烧粮仓的战斗目的是什么呢？简单的说是打击敌人，复杂的说是对在根据地扫荡的鬼子釜底抽薪。粮食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交给伪军来把握，您觉得合理吗？你确实考虑得很周详，但是目前鬼子兵力有限，让伪军的一个小队来守卫也
是合理的。我觉得是个圈套。是不是圈套，不是只有你才看得出来。我现在就是去侦查。走。他就是一个文官，想要打一仗证明自己的实力。一个绣花的拿打铁来证明自个儿的实力，可笑。干嘛去？睡觉。每次我冒冒失失的时候，你都会出手相助，这种良好的传统应该继续发扬下去。我真不想看着大家去送死。所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。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你说呢？集合队伍。集合。前面了。河水有多深？大概七腰深吧。打仗没有大概，我们下河走一遍。万一被鬼子发现了，那可是活靶子。我们要是没被发现，鬼子就是靶子。半渡而击，我们可就全完了。那我就先渡一次给你看看。我来吧。不，我来。大人同志，走。啊！凭什么叫我去啊？哎呀，你水性好，快点！哎呀，老婆，我走了啊。警戒！什么都看不见，你警戒什么呀？这前面不会真有鬼子吧？哎，你白天不是都看过，只有伪军，没有鬼子吗？那倒也是啊。差不多了，回吧。哎。回去报告规矩阁下，鱼已经开始上钩了。嘿。我觉得有点太安静了。来，把衣服披上，别着凉了。老婆，我也冷。刚才侦查的情景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我想，我应该有权利发布命令了吧？能不能再给我一天时间过去看一看再定？不行，3点以前，部队必须全部潜伏到攻击地点；5点，趁着天尚未全亮，发起攻击。那什么时候吃饭呀？6点钟，应该可以在敌人的饭桌前吃饭。好。戴金华同志，请按照我的命令准备吧。为了明天战斗的胜利，我想是不是可以兵分两路，我带一支部队从上游侧击攻击。多此一举。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，不是明智之举。而且河川作战主要的原则就是分主渡河和辅助渡河。我们是辅助的那个。收拾伪军一半人就够。我会在敌人的餐桌前等待你们一起吃早餐呢。那这样吧，特派员，让大人跟着金花他们。同意。
一定要在这密切注意公路上的动静，天亮之前一旦发现情况了，或者有鬼子潜往粮仓，迅速报告。知道了。谢谢你为大人的安全着想。我这是替大家的安全着想。大人，啊，这是船家的船，是谁来负责维修的？小柯、小碰呢，就自己维修。这要是大火，将做油，就得去镇上的曹老七他家。 是是是。 涨了20多，渡河有危险，我建议取消战斗。哼，河水涨了一点，就难倒我们革命战士了吗？是难不倒，可是河水如果降下去一直维持的，这一仗不是更有把握吗？ 除了弹药以外，把身上能装石头的地方都装满石头，口袋、背包，甚至是怀里。是。你是用石头打滚的吗？你傻呀？没看到水流这么急吗？只有把身上装满石头，加重自己的分量，脚丫子踩在水里面稳稳当当的，才不会被水给冲走。哦，明白了。明白了就赶紧装石头，装个石头还调费减寿，挑大个的。 办的怎么样？渡河，哎，河水刚退了半尺多，我们的革命意志却退完了，渡河。 有问题吗，官爷？没问题，走。我来镇上。啊！我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志。
通报队员都是胜利！小心！小心点，队长！没打起来，估计停这里。但愿如此吧。一会儿万一真的打起来了，所有人都不许给我生子弹、生手雷，都听好了，子弹不许停，从头打到尾；枪下不许停，从头跑到尾。明白。不等禁言了吗？来不及了，干活。上车呀！哎呦，赶藏私货！我老婆知道吗？知道，这是上次打萧百川留下来的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上来。哎。青春作证。